仅有一个星期就将迎来2018年春节，为保证节目正常播出，芒果台歌手栏目组早早就做好了节前录制安排。按照计划，明后天将连续录制两期，期间将再度迎来一场淘汰赛，还会有新的补位歌手加盟。尽管保密工作做得很好，但部分彩排歌单还是流出了。在上周四的第五期录制中，来自菲律宾的踢馆歌手 Castandingan 以一首 Rolling in the Deep 力压 Jesse J 和华晨宇夺得冠军，并淘汰张天。按照赛制，接下来的第六期再度迎来淘汰赛，将会有一位在线歌手离开舞台，而在第七期会迎来新的补位歌手。从目前曝光的录制信息看，两期节目的录制时间分别为明天和后天。前几天在微博宣布加盟的草原歌王腾格尔以第二位补位歌手身份亮相。除了录制时间和补位歌手外，大家最关心的歌单也出炉了。第六期张韶涵将继上周改编《老九门》片尾曲《点玉丝》后，再度挑战经典影视原声《追梦人》。这首歌是罗大佑作词作曲，凤飞飞演唱的歌曲，曾作为电影《天若有情》和电视剧《雪山飞狐》的主题曲和片尾曲。